海退潮了，带上我的无敌小夹子，小伙伴们快上车吧，一起出发赶海喽！这个鼓包下面应该是有东西的，没有东西吗？不可能吧？哎呦，试着了，这是个小猫眼螺，还没捏就已经缩了。你看它的屁股是平的，收。定海神针底下有个小家伙 ，Hello， 哎，睡着了呀，生气了，呵呵，收。这里发现一个洞，不知道是什么，掏一下看看。哎呦，我去！啥玩意儿跑了？你看这只海葵的嘴里在吃什么东西？这是个海螺壳吧？它把肉吃了，呵呵，还挺好看的，就送给点红心的小可爱们吧。它还想卧沙，别抓了，小家伙，出了吧！还想跑，这就是章鱼游泳的姿势，越卧沙。这底下是石头啊，大哥，马上要出来了。这是一只藏在香螺壳里的寄居蟹，喜欢它的小伙伴打个666吧。哎。反应真快，放了吧。这是在海边发现的一条搁浅的鲨鱼，已经不行了。它属于大海，生于大海，葬于大海。